打住板儿响连环，听我长段大实验，听我长段练花楼，你可千万别对号号。三儿养儿二十年，还要给儿来攒钱，辛辛苦苦大半辈儿，攒钱为了娶媳妇儿。不是的吃，不是的发，只盼儿子早成家，只要愿望能实现，不叫他吃饭也情愿。娶上媳妇抱上孙，就算死了也安心，到时候一月香喜糖发，媳妇算是的娶到家，就算花上再多的钱，爹娘愿意去做难。哪怕自己穷一辈儿，也不让儿子打光棍，可怜天下的父母心，恐怕的儿子成单身。媳妇进到婆婆家，要钱还得随便花，就算家里再作难，也不能断他零花钱，没钱也得硬着撑，不叫那发钱是不中红。隔壁媳妇不像话，有的还把婆婆骂，现在男人不掌权，都是媳妇把钱管，媳妇看钱不算钱，因为他没有亲自去做难呐、随便吃随便花，有时还想着咱娘家妈，娘家妈也是妈，婆家妈也是妈，同样都是你那个妈，为何的待遇有偏差哈？这样的媳妇可别学，莫怪媳妇爱不着呀。这一辈儿当婆婆的个是运来，一辈儿没赶上好时代，年轻时候没事行，现如今看见了媳妇不敢吭声。只要媳妇一板脸，婆婆赶紧跑多远，尤其不敢外人讲，恐怕了媳妇受影响哈。这一代婆婆命运苦，伺候那儿孙像保姆，洗衣做饭拖个地，干几活那个不小命，为儿付出是自愿，媳妇还说买得见呀。媳妇不但的不知足，还把那婆婆来侮辱，接送孩子想上班，有时也不能请一天。现在婆婆没自由，年纪轻轻就白了头，心里有苦没处诉，心中的难受揉揉肚啊。花钱娶媳妇不容易，心里有时候生闷气，生儿养女黄白老，这下努力可倒好，幼儿见子成了罪，爹娘留下了伤心泪。当媳妇那个要想想，婆婆一天三顿饭，给你吃给你耍，抽空还给你料理家，接送孩子去上学，秋梅还帮你干活，你还想让她来咋做呀？他们已经的不容易，别让他们再生气，其实他们不图享啥福，只要的家庭和睦就知足，媳妇只要能有点好，公公婆婆高兴的不得了啊。有这个，你看这媳妇啊，给这个婆婆买个衣服啊，买点好吃的。哎呀，当婆婆的给他们揍那摔那，俺媳妇对我多好多好，可这还不能宣扬一个村啊。只要这媳妇不找事儿，家里一般的没啥事儿。现在的媳妇本事大，儿子不敢的多说话，有话也得个先保留，难为儿子低下头。
啊，又隔壁的这个，你看看这个单个的，他不是不孝顺啊，想孝顺，而是手里没钱不当家啊。正说着话嘞，看到他媳妇这个脸一沉，那叫啥？那叫吃冰熬鹅冰棍，那叫母花。咱祁县可别说，这样的媳妇可不多。咱祁县素质高，讲文明，明事理，懂礼貌，个个对待老人都很好。和和妹妹一大家，人人见了个人人夸，和和睦睦来相处，这个街坊邻居都羡慕。有福晋有福爱，培养优良下一代，只要榜样做得好，大家应该去思考。时刻都要记心中，家和才能万事兴，友情变了个有点短，唱得不好多包涵。